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鞋底。我现在呢是在马来西亚的彭亨，我就在这个叫做直落坚不落的这个沙滩这儿玩了一会儿，考虑了一下，哎呀，我还是得继续往前走，因为我的时间不太够了呀。签证时间有限，就一个月时间。我现在最近都是在这个西马来西亚混，我还没到东马来西亚那边去。所以我想呢，下午再走上130多公里吧，去一个叫做瓜拉弄宾的一个小城市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现在出发。138公里。其实啊，这地方也不错，就是叫做直落坚不落的这个小沙滩，彭亨也不错。就包括昨天去的那个登嘉楼也可以，但是呢，我只能过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怎么样，真的是没有时间在这儿过多的停留，时间有限，签证有限，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，反正还有机会嘛，现在得赶紧的往前赶，因为我想着早点去新山看看对面的新加坡，然后再去重要的一个城市马六甲，我还要回吉隆坡，还要申请这个新加坡签证，还要想办法坐飞机飞去那个沙巴和仙本那，到那边去。那边的海肯定是比这边要好的很，对吧？比这好很多，应该是。硬核的减速带呀！过了这个桥就又出城了，再见了，彭亨。这走了几十公里，来到了一个叫做北根的一个地儿。这还是个河边上，捣鼓的还不错。我只需要沿着这个3号线一直走，就可以到那边喽。叫瓜拉弄宾，就害怕下雨。沿着这个海边走啊，现在有的时候修一些停车区，就在海边儿，很舒服。我到海边去休息一会儿。我这个车啊，也得休息休息。刚一阵子，猛冲，认认真真的跑了一下，主要是红绿灯少了。我这发动机蛮大的，这他们应该是露营烧烤的地儿。你看那家人很舒服啊，躺在那儿是吧？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马来西亚语，咱也看不懂。这片海好平静啊，就像睡着了一样的。如果说准备充足的话，你看这里可以搭个帐篷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舒舒服服的，再搞上一点炭，是不是？再买上点羊肉串儿，什么鸡翅什么的，这反正都是免费的，公共的一个区域。那边有几个中国游客，应该是这里的华人。哎呀，哦，好舒服，这躺一会儿。这骑摩托车也蛮累的，补充一点能量。
还有66公里到瓜拉弄冰，争取1.5小时搞定。这边没什么红绿灯，就这一条路，卡着速度走就可以了。现在走起来是最舒服的，凉快，没有红绿灯，车也不多，可以限速跑个65。我现在距离前边的那个城市还有个10几公里了。到了到了，瓜拉弄冰，哎呦，我搜了个酒店，应该算是这一带价格最便宜的了。准备拐进去，这不愧是小地方啊，这么原生态吗？这个酒店就在前边，哼，真的就这一家。就这儿，呼，先停车。他这儿，这搞不懂啊，这个也没前台，在网上的话预订也是预订错误。哦，我这有点倒了，再研究一下住哪儿。哎呀，看了一家民宿，270米，就这家 HR 什么什么的，门都是锁的，人都没有。哎呦，我得考虑一下晚上住哪儿。哎呀，这小地方真的是不太好找住宿。真的是好难找啊，找是找到了，这个宾馆也是关门的。哇，我的天哪，不行，看来在地图上搜是搜不靠谱了，还是在 booking 上找，重新找一下。我寄希望于这一家了，这家在营业，但是网上是没法订，只能现场过来问。很难的。有窗户的那个呢？窗户的今晚满的，如果是其他的就有，这是两个单人床的。我就一个人的。啊，一个人的话就如果是一个人就是一张床的，只剩这一个。就这个80是吧？80，然后没有窗口。没窗户，那行，好吧，给我开吧。啊，这样。哦。我是护照，对。哦。给现金，哦，你这还可以收支付宝啊？那给现金吧。但是，我那天取的一些钱现在还有，看。我们有收一个50块的抵押金。押金是吧？一个政府的税是3块钱，对吧？那一共就是83是吧？OK， 你找吧。哎呀，今天找住宿好麻烦呢，因为在网上订的，哎呀，就是贵呀，都是200-300的，就想找个100多的，找100多的就那一家，他还没人，也没法订，哎，跑到这边来吧，也是100多块钱，83块钱就差不多。不过还是没窗户，哎呀，昨天也没窗户，今天也没窗户，都习惯了，管他呢，反正睡一觉，明天赶紧走，到新山了。现在距离新山还有个180-190公里，东西拿上去，83马币，相当于人民币125块钱，跟昨天档次差不多。可能比昨天那个要宽敞一点，感觉这个好像更舒服一点。对，这被子褥子算更干净一点，更舒服一点，轻一点。然后这就是卫生间了，说是没有窗户。这个是个窗户吗？哎，
好歹还算个招呼。赶紧的出来找点吃的呀，搜了一下这附近是有个中餐的。哦，我都闻到炸鸡的香味了。到了到了，搜了一家中餐，新云宾冷气饭店。OK， 谢谢。好了，上菜了，米饭、椰子水，这是一个蛤蜊汤，然后几块鱼，这是一个中餐。哇，好累啊。哦，冰椰子，它这个菜呢是一个套餐，就这个鱼和这个汤还有米饭是20块钱，我说也可以，因为它没有菜单，我也搞不懂，就是它这有什么点什么。它这个鱼就是那种就酱用了大量的那个酱油，味道还不错。好。好。拿上来，这样两个手拿上来洗。好。对对对，行，谢谢老板啊。就我吃完饭以后，可以，好鲜。吃了饭以后啊，赶紧的，那边有个干洗店，洗衣服。我这一身真的是，脏的都不行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做的还真的可以。好鲜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